好在啫，头先以为咩事？喂，我哋转个题啊嘛，系嘛？听音乐啊嘛，音乐治疗啊。啊，冇，我觉得即系得嗰十零分钟系咪？咁咪变咗，变咗系咪？我谂住掟呢啲俾你睇就系嗱，啲惨嘅音乐，因为你知道我有做音乐研究呢样嘢啦。咁啊，关于其实有好多人就会话，你知道啲 data set 几时 live 先？我哋几时 live？應該而家大概我計就兩分鐘到。兩分鐘到 ，OK。咁嗱，好多人都話即係嗱唔開心，梗係聽啲開心音樂啦。個事實上咧，嗰啲 data 咧就話唔係嘅。啊，係啊。OK。係啊，係啊，唔係嘅。好啊，你俾啲 reference 睇啲做。我訂咗集俾你啦，就係話哇，原來原來當你可以揾一樣嘢認同自己啲唔開心嘅，擺咗落去嗰樣嘢裏邊咧。出翻嚟咧，成個人都舒服曬，係啊。哦 ，OK， 係啦。好啊，咁我哋轉嚟，我哋依家57分30秒完嘅。好，唔好意思啊，趙博士。冇問題，冇問題。你睇下兜兜到，你想揾我就咁解，我有咁多嘢可以同你講嘅。你同阿慧兒嗰度就再有時間先再同你傾。好啊，好啊，啊，真係特別啊！你又聽到，好多人都知啊，好多人寄咗好多封信入嚟。我有聽，係咪？我一路 follow。係咯，係啦。好，趙先生，好好好。咁大力，就係黐埋乾淨啲咯。保護牙齒要揾個好牙醫。算啦，兜得到噶啦。今日朝頭早有，琴日都已經講啦，話今日好多嘢講啊，好長篇啊。點不知咧？就話頭先一個零鐘頭前就話唔係啊，今日改啊，短咗啊。跟住再話又都仍然有兩節。跟住收尾臨打俾我之前咧，我諗大概啊十分鐘前到啦。就話唔係喎，今日而家原來得翻13分鐘一節過，咁啊講雞腳點煲法點熬法，呢啲 collagen 又喺個身體度自己製造，究竟食唔食好啊？跟住當然啦，何亨又聽到我同慧兒嗰個節目啦，咁啊講下哇嗰啲啊我點啊，我有冇問題啊？其實做人咧就好多問題嘅，嚟啦，一陣先再講。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好啦，咁啊，食饭时间前咧，短短地啊，都请嚟阿赵博士同我哋解开啊，究竟啊，有个要健康嘅密码里边啊，包含住啲咩咧？例如系大家可能有时啊，用一啲轻松啲嘅音乐，亦都带俾大家系咪一个好嘅心情，迎接住呢个长周末咧，赵博士。好多人真的想住即係聽開唔開心的時候，梗係要聽翻啲開心音樂。個結果啲 data 嗱，最緊要睇啲 data set 咧，唔係咁樣嘅，唔係咁樣嘅。既然唔開心咧，聽翻啲唔開心音樂，點解會有呢、這個嗱？我想頭先掟曬就 data set 俾你睇啦。咁咧就係話嗰啲人咧，即係你唔開心嘅嘢，好多時候咧，因為你知道香港好興噶啦 ，EQ 高。EQ 高啊嘛，頂住。嗱，如果你有反應，即係你 EQ 唔高啊，頂住。咁嗰個人頂住曬之後，佢喺邊度講啊？喺邊度去可以佢一係係啦？點樣發泄翻出嚟？點不知咧？好多 data 就話佢發泄咗喺自己度，內傷而家變咗。咁啊變咗，有啲人就話：，唉，唔開心，聽多啲開心音樂，焚佢嘅或者點樣嘅。點不知咧？嗰啲細胞咧，其實咧，佢要揾地方，即係嗰啲垃圾啊！佢垃圾咧，你冇地方等啊嘛，咁咧就喺裏邊喺度咬啊，咁啊變成咗咧，就出咗好多問題啦。咁佢哋就做咗個 data set， 就話啲人咧聽唔開心音樂啦，竟然會健康啲嘅，即係要發出嚟係嘛？即係譬如流下眼淚啊、大嗌啊，或者係真係有啲唔好嘅情緒裏邊可以。就唔好谷住，即係揾啲嘢罩翻俾咗自己啊，係咪咁樣？大概嗰個理論佢係咪想咁樣講啊？即係話好似一個 mood 樽咁樣，一個樽咧裝住啲嘢喺裏邊，跟住然之後就話嗱，我起碼話第一那個歌手或者成為首歌嗰啲歌詞都認同我啊嚇，咁、啊、我你唱完佢出嚟啦。咁你唱完佢，咁你可以由入去嗰下啦，就唱到好唔開心啦，唱下啦就笑住走出嚟唱緊喎。
啊，咁樣嘅角度又唔同喎，同你俾嗰首歌咧帶咗你落去裏邊，你出唔翻嚟嗰又另外一樣嘢。但係如果你能夠可以用你個呢個叫 sad affective state 咧，可以令到你自己出翻嚟。嗱，譬如好似劉德華嗰陣咪唱咗首歌叫倦嘅，係咪倦嘅？咁諗諗下，你諗下嗱，但我哋整下幾句，因為得好少時間啦。咁就你諗下，夜星星結聚係咪啊？紅葉。咦，星伴水，係咩？係咪啊？葉德嫻都係。哇，好啊，哇，咁啊啱啊，揾佢嚟，係咪？嚇，咁你諗下，你就諗下就係話，我在繁星夜裏曾共他共聚。咁你諗下，你一咁樣咧，啊，其實咁你咪唱唱下咪冇咁攰咯。即係從你如果入咗裏邊嗰下裏邊咧，好似想冧咁下咁樣嚟聽咧，又唔同嘅喎。但你可以用呢啲 sad song 咧，去叫做 compartmentalize， 叫做擺咗啲唔開心嘅嘢落去嗰個樽裏邊嗰個鈎裏邊。咁唱完咗，一路唱落去咧，越嚟越好啦。咁嗰啲細胞調整啊，好似倒垃圾咁啊，倒曬落嗰首歌裏邊。但係趙博士，我想問咧，嗰個兩隻嘅分別啊，嗱，其實阿趙博士頭先啱啱就live 咁樣演繹咗一次啦。嗱，佢唱嘅時候咧，趙博士可能係一個釋放嚟嘅，即係嗰份共鳴咧，就首先係震到你自己啦。冇錯。咁跟住你因為唱啊嘛，咁啊釋放咗出嚟啦。冇錯。嗱，而家聽眾們聽到呢一首歌嘅時候，即係姑勿論你係阿 Tini 姐個版本，或者係阿華哥個劉德華個版本，一聽落去，哇！個共鳴就係，哎呀，我哋真係有啲倦啊，或者真係投入咗啲歌詞嗰度。好啦，咁啊，聽完之後，我哋係咪要啊，即係都要出嚟啊？即係用任何情況，即係係咪走去海邊咁啊？好似阿趙博士咁頭先又唱一次啊，或者係哭一次啊，甚至係一路聽一路跑步咁樣就可以釋放到嗰個負面情緒，就唔好淨係聽一啲好叫近代啊。我哋經常都講要正能量啊嘛，即係鼓勵人嘅歌咧，好多創作上都係啊，我哋永不放棄咁樣。兩者一個分別係咪我哋前者應該係？聽啲慘歌釋放咗出嚟，好過咧就谷住喺入邊咁樣。絕對嗱，啲 data 係咁講噶，嗱啲數據係咁講。仲有咧就係咧，要自己都唱埋一份落去裏邊。如果你唔自己唱埋一份落去咧，即係你當聽啊，聽完就算啦嗰啲，咁又唔係咁樣噶喎。咁咪變咗你諗下，你下一句。但星不再聚，你諗下嗱，係咪你擺曬落去，擺緊落去啊嘛？紅葉。风中跌坠，我问寒风，跟住等一等，叶碎，谁令他吓系咪啊？你个情绪系咪都几压抑啊？因为我听到你嗰个情感上嘅即系投放都几惨咁。唉，你又睇埋条片，你又睇到望住我，唔通我嗱，我哈哈笑咩？系咪？即系你系啦，我就喺个余光里边噶。系嘛？唔緊要，唔緊要。咁我就攞我嗰啲嗱，我一個人一定，如果我話俾你聽，我日日都開心嘅假噶嘛，係咪？我梗係會攞啲嘢嚟講。咁最慘係乜嘢咧？就係我中意講有嗰句就講嗰句，即係啲 data 咁講，我講翻出嚟啫嘛。我又唔中意咧，即係冇個即係短咁，係啦，冇錯啦，我唔得噶嘛，我呢個行業，我做研究噶嘛。咁變咗我遇到呢啲嘢咧，就俾大家睇到啦。你咪攞首唔開心嘅歌。好多人就話，梗係聽開心歌唔得㗎，因為你睇翻啲 data， 你就會睇到啊，唔開心嘅歌自己唱埋去，咁慢慢咧，你啲 sad 嘅嘢就會走嘅喎，因為你唔會一路都係咁噶嘛。但係如果你唔肯去擺咗出去，即係好似原諒一個人咁啫嘛。如果你一路都唔原諒對方咧，知唔知邊個辛苦啊？唔係對方唔俾你原諒，係你自己辛苦嗰個，所以原諒咧。又是一樣嘢要做的，自己要做出嚟，試下一路試啦，面對佢咁就慢慢會 sad 嘅歌唱出嚟。你知唔知好多 sad 嘅歌咧，特別英文歌就冇啲首好似倦咁樣嘅，哇講話自己攰啊咩？你可以唱下，唱到自己唔攰嘅咯喎，咁咧就哇成個唔同曬啦，係咪？係啊，所以音樂同埋人嘅情緒嘅關係，我相信都幾生活化嘅。而家即係啲朋友可能日間工作，即係壓力大，或者可能世界唔同嘅一啲嘅社會議題又好，天氣變化亦都好啦。咁啊，而家有好多嘅叫音樂治療嘅一啲嘅商品啊，又或者大家上網都有嘅。咁啊，即係譬如好多朋友而家連瞓覺啊都要聽住一啲叫
睡眠入睡音樂嘅精選先可以瞓到噶。係啊，生活上嘅關係幾聯繫下咁樣。仲有啊，有啲啲咁嘅嘢喺出邊啲 product 喺出邊，你就開始留意到就係唔係樣樣嘢關於音樂都係比賽啊。唱歌比賽啊，或者去個卡拉 OK 度嗌落支麥裏邊啊，唔係咁樣嘅。最緊要係自己第一攞走曬啲音樂，即係出邊嗰啲叫 instrumental 啦，跟住自己認識咗嗰首歌，然後唱翻出嚟，跟住擺咗啲 emotion 落去之後咧，就當啊呢樣寫低曬佢啦，咁然後將紙就抌咗佢咯，咁成個人都會好啲嘅。係，我即係清唱，我哋係啊，清唱冇錯，清唱係啦。是啊是啊，但是會不會自己有時有一些可能對音樂有些認識那些說啊清唱我覺得自己很難聽啊，聽回自己把聲，但是就不是說我們 去判斷究竟我們唱得好還是不好。你知不知道通常呢你想幾時唱得好，任何人都可以唱得好一點，就是走入個沖涼缸裡面跟著開著熱水，為什麼啊，唔係啊，因為你放沖涼，係啦，因為你嗰、那個你個聲音個喉咧放鬆咗啊嘛，同埋仲有你個目的咧係要身體治療啊，用音樂，唔係走去咧比賽，然後咧反而調翻轉比賽，可能會令你壓力唔舒服啊、緊張啊，覺得自己冇用啊，咁嗰啲呢個音樂唔係淨係咁用噶嘛。所以呢個係啦，冇錯，應該試下用呢、這個。但今日就因為時間短咧，我就攞呢個 data set 嚟俾大家分享下，好唔好啊？係咯。即係就係個數據就話俾大家聽嗱，聽即係大家聽歌就可能好多時都好似係有幫助，揾啲歌嚟陪住自己咁樣。咁但係咧，今次阿趙博士咧就同大家講啦，如果真係唔開心嘅時候，盡情唔開心發泄咗出嚟先。就不要壓抑住自己，因為壓抑住自己可能會有個反效果。咁啊，趙博士頭先你舉個例子都好啱嘅，因為歌唱比賽咧，可能因為緊張，再加埋可能腎上腺啊，加埋好啦其他因素啊嗰啲咧，其實我見好多即係參加歌唱比賽嘅朋友咧，係上台之前咧，就嗰個緊張嘅情緒咧，可以係由報名開始嘅，即係你三個月前報名啦，或者三個禮拜前報名咧，報完名嗰段時間咧，其實我見到係好緊張啦。不開心啦，好多嘢忙啦，咁啊令到嗰段時間咧，其實係情緒係幾差嘅。冇錯，同埋如果你某種唱法，而家唔興嗰種唱法嘅，咁你可能都係，就算你又幾叻，而家都唔跟個潮，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其他嗰啲情形咧，會令到嗰個做表演嗰個人咧好多問題。其實唱歌係一個 tool 嚟嘅，即係用佢啫嘛。你唔一定要唔一定係攞佢嚟攞嚟淨係比賽等大家參考。咁我哋今個禮拜就代替咗整講雞腳啊！我冇唔記得到啊！我諗你都冇唔記得到。係啊，好多骨膠軟啊，係啦，冇錯冇錯，啱曬户外活動嘅朋友。不過由於今日時間比較短嘅關係。這個題目我們留住啊，咁啊希望下個禮拜啲時間充裕少少啊，好啊，咁啊大家又聽得舒服啲，又聽得開心啲，咁啊因為咧都係靚靚嘅嘢嚟噶嘛，咁啊今日麻煩曬趙博士啦，咁大家今晚放工翻屋企沖涼嘅時候不妨試下，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唔該曬趙博士，好，拜拜，拜拜啦，拜拜。比起廚房電器，石墨烤分店新張營業，為感謝各位僑胞17年嚟嘅大力支持，連同三藩市分店舉行優。Hello， 趙博士。Hello。短短地，跟住而家我又要俾翻間房同事啦。係啦，揾嗰度我再同你慢慢傾下。得，冇問題，隨時隨時歡迎。係，我聽完之後都好order。係咪啊 ？OK， 係啊，幫人變咗俾人話啫。唉，但係我幫咁多人，咁多人話我好嘅，梗係有個人話我唔好噶啦。不過唔好嗰個咧就搬咗出嚟講啫嘛，變咗成個題目喎。咁變咗呢個真係係咯。Support。有啲咩需要你揾我？唔該曬你，唔該曬。好 ，OK， 拜拜，拜拜。好得意啊，好得意啊！我覺得咧，即係今日咧講嗰個 data set 咧就好啱嘅。本身啊講，其實想講下啲 collagen 咧，就係大家即係自己身體會做 collagen 噶嘛。點解我哋唔小心啲揀？我哋唔自己 DIY 去做，我哋走去買 collagen 食啦。咁呢個又係會，當然買 collagen 嗰啲人就會鬧啦，即係話嚇倒爛個飯碗啊乜嘢。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是、個事實就啲 data 係話俾我哋聽，
啊，第一在呢一幾百年裏邊咧，係近排啲人先買 collagen 嘅，以前冇得買嚟買嘅。啊，以前咧啲人識嘅咧就會嚟煲自己啲 collagen 出嚟食啦。咁就整下整下就變咗買嘅。咁買咧個 sourcing 會係點？對個身體會點咧？呢啲就好多好多情形。咁我中意搬出嚟講。另外一啲好 sensitive 嘅嘢嘅，啊，我都擺咗上 Facebook 噶啦，就係跟住今日冇機會講啊。咁就係講緊就係話關於其實糖尿病嘅人應唔應該食生果？哇！呢、這個其他人食唔食生果？食生果好唔好？哇！又係即係因為如果糖尿病嘅人唔食得生果，咁係咪等於我哋其他嗰啲未踏入糖尿咧？食生果有問題啦？咁我就擺咗幾個研究嘅 study 出嚟嘅，俾大家去參考一下。有一個咧就係俾你睇到啊，醫生寫出嚟嘅，就係話一個糖尿病者忽然之間啊，一生出嚟已經係糖尿病者啦 ，diabetes type 1嘅啊，出世已經係咁啦。咁啊咁咧，佢就有人發覺我要食生果，淨係食生果。跟住咧就佢一路 show 埋個報告，就係個身體喺三個月裏邊之後，三個月之後又會點樣？咁啊睇到佢一路抄落去，咁但係個 study 就冇講話佢食咗啲乜嘢生果，點樣食嗰啲生果，譬如木瓜同埋橙已經好唔同啦，冇講嘅，好啊，佢都未必覺得要講添，咁所以有個咁嘅情形出現啦。第二就係有個 study 喺啊中國裏邊咧，就係做咗50,000人嘅 study 啊 500,000啊。50,000係咪？咁啊變咗50,000就50,000啦，500,000就500,000啦，咁就半個 mil 啦，啊0.5 mil。咁咧就發覺咧食生果、新鮮生果對啊有 protection 對於糖尿。咁又係冇講咩生果，但係有講新鮮。咁然後仲有多一個 study 咧，就講話咧食少少生果。又有個又係對糖尿啊，即係保護身體啊，啊會幫助等唔會變成有糖尿咧，又係有幫助噶。咁就有個啲三個 study， 嗰個第三個就係加拿大做嘅。咁加拿大嘅生果梗係唔同中國大陸個生果啊，同埋仲有啲生果點食啊，山楂都可以係嗱，都係一種植物嚟嘅。但用得啱嘅咧，原來會令到血管彈性會多咗嘅。好多我哋嘅方法點樣煮點處理，如果講到雞腳咧，唔係個個啱嘅。雞腳有70%嘅 collagen， 特別你如果加咗啲啊蘋果醋啊落去裏邊，你可以令到嗰啲 collagen 更加順順利利走出嚟喺個湯裏邊。嚇唔使加好多噶，兩湯羹、三湯羹落去裏邊已經可以令到佢咬出嚟嘅效果好啲噶啦。咁唔一定個湯要變成酸咗嘅，啊！但係有個問題，唔係個個都可以接受食雞腳，有好多種族嘅人咧，你一聽到雞腳，就算佢有70%嘅 collagen 咧，佢都頂唔順，佢都唔得嘅。咁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個問題啦，唔係個個都啱。咁然後啦，講到、啊、如果你唔啱。用乜嘢咧代替咧？啊，牛骨咯，牛骨可以有 collagen 走出嚟噶，又係好好噶。咁但係又有啲人又會好似話：，哇，我唔得喎，我唔食牛嘅。有噶，我有個朋友，佢都唔食牛嘅。咁所以牛骨又幫唔到。咁所以嗰啲窗口位啊，人生裏邊嗰啲窗口位咧，就做唔到啦。跟住啦，就如果你講到話啊，可唔可以食魚骨咧？魚骨好好啊！煲魚骨湯啊，又係好好嘅，熬嗰啲 collagen 出嚟又係好好嘅。咁有啲人話我唔食魚嘅喎，佢嫌佢腥。有啲人就話我淨係食素嘅，咁又有嗰種嘅。咁啊，如果可以食到肉嘅，你一定要食啲好嘅肉。如果啲肉唔好嘅咧，你其實食翻啲唔好嘅肉個身體裏邊，第一係呢個問題。糖尿病或者有糖尿病傾向嘅人咧，你要食嗰啲嘢咧係冇啊，因為三個 study 裏邊都冇講話有冇農業啊、農藥啊，啊農業界裏邊有冇用到農藥，有冇啊有冇用殺蟲水嘅喺個種植裏邊，
整咗個身體會點咧？冇講呢啲，所以好多 study 咧，佢哋唔識得講啊，因為佢唔識得去睇啊，佢闊或者窄都唔識得睇，淨係識得睇嗰一樣嘢喺嗰一個情況裏面收緊錢噶嘛，做嗰啲做嗰樣嘢嘅時候啊，咁所以咧，我哋出咗嚟嘅 study， 就算做咗50万人最之中咧，都係知咗啲，有好多嘢都仲未知，就有呢個問題啦。但係啊，點解要提醒到話我哋煲湯咧？其實可以煲到 collagen 出嚟咧。第一，如果你食 collagen 嘅咧，咁就可以用呢種方法啦。但係如果你係話食菜類嘅，可以點咧？你可以你可以明白個身體自己會製造 collagen， 咁咧你就 ensure 自己有夠多鈉啦、zinc 啦喺啲食物裏邊，有好多菜可以做呢樣嘢。啊！但係亦都有好多菜咧，啊係有啊有，譬如菜類嘅、粟米類嘅，雖然佢有嗰啲有啲成分係可以啊喺整 collagen 之後都會用嘅。個問題就係佢自己本身係會製造炎症，橙會影響康復能力。咁所以變成咗咧，如果你能夠避免一啲負面嘅植物、負面嘅肉類、負面嘅菜類啊，咁咧呢個就爭好遠啦。咁仲有一個 data set 咧，就少講嘅咧，就係、是、process 咗嘅生果同埋新鮮嘅生果係兩回事嚟嘅，唔可以撈埋一齊講。但係因為我哋而家喺出邊太多 process 咗嘅嘢，甚至如果你係食咗啲肉類嘅，係炸完在不好的油裏面，跟住之後吃生果，生果就變成了有負面的作用了，負面的後果。那樣生果本身沒有害或者沒有那麼大的問題，都變成了有這個毒素。這個就是為什麼今天講起音樂的 data set，既然可以咁有用嘅 tool 叫做嚇、啊、可以治療身體啊咁好嘅嘢，我哋既然人類攞咗嚟做比賽，就要比較下嗰個人把聲係點喐動我哋。但係事實上啲 data 就話俾我哋聽，我哋最緊要係自己清唱出嚟，可唔可以擺咗嗰個 emotional state 落去裏邊？如果係 sad 嘅歌咧，嚟攞走你嗰啲。即差不多跟你做一個徹底的清潔，所以我就剛才不唱完整首歌，但我現在就唱一唱用那個角度了。如果你很想很慘地唱出來，你就夜星星結聚，紅葉已成伴隨，我在繁星夜里曾共他共睡，但星不再醉，红叶风中跌坠，我问寒风叶碎，谁令他别去，我知一切来日可淡忘，泪水会渐干，我知不满是日方忽停顿，容人偷回望，夜可知我泪无力忍眼泪，掩在无声夜里，无声独去。即是你可以放下去，但你一路放下去一路放下去，
之後就不會再那麼慘的了。之後真的你不覺得煩的嗎？如果不停這樣那麼慘，那你用一個開心一點的角度看，你就說不是啊，我面皮厚，我的起心肝，始終要做人，就算這裡不好，我都還有兩個小的，我還有老婆啊，要照顧的，我成日咁唔得嘅啫。好啦，咁用另外一個角度咯，的起心肝。Yeah， 星星結聚，紅葉已成伴隨，我在繁星夜裏，曾共他共聚，但星不再聚，红叶风中跌碎，我问寒风叶碎，谁令他别去，我只一切来日可淡忘，泪水会渐干，我只不满时日仿佛停顿，容人偷回望，夜可知我里无力忍眼泪，掩在无声夜里，无声独去。咁样做法就已经攞咗首 sad 嘅歌啦，摆一个唔同嘅唱法里边，我哋要当好似啲血入去，血管入去之后咧，就想啲咁啲血管去晒嘅地方，啊，大家有资源啦，咁点算咧？我哋要清除，要倒垃圾噶嘛，咁我哋识得用淋巴噶嘛，识得去 return 翻落啲淋巴度，然后清除解除佢咯。咁你我知道我不满，但系我唔可以停顿，我可以用。我容忍，啊，我可以做好啲，得冇问题，我继续喺边度跌低，咪喺边度起翻身。我费事解释啲中文字，因为我系啊 A B C 啊嘛，所以呢啲根本就唔系嘅。不过我中意呢首歌系因为咧，英文歌冇首咁样噶，唔会讲 tiredness 啊，唔会咁样讲。咁就我攞咗嚟喺個 data set 裏邊研究咧，就發覺哇呢首原來可以幫我哋 compartmentalize 咗，咁嗰啲 data 好值得去睇咯。咁就好多年噶啦，咁有20几年咧，就係喺嗰個 psychology 裏邊咧，佢哋會發覺就係有個 savory 個 understanding 嗰個成個個人擺落啲唔開心嘅歌裏邊咧，係可以令到自己 improve 嘅。咁呢個研究就其實叫做 tragedy paradox 裏邊咧，喺度睇到點解有啲人可以借用 sad 嘅歌咧嚟調整，令到自己身體好咗。咁呢個 study 就係喺 neuroscience 裏邊做腦科裏邊咧，2015年咧係 publish 咗嘅。我會我睇下點樣 crop 出去，跟住就擺翻佢去 online 等大家睇到。OK， 今日係咁多先，拜拜。